美国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和奥巴马政府的高级官员抵达底特律，参观每年一度的汽车博览会。他们为去年联邦政府投入巨资援助汽车工业做辩护，表示通用汽车和克莱斯勒在宣布破产重组的几个月之后呢，便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下面请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佩洛西和其他美国议员星期一参观了在底特律举行的汽车博览会。他说他对这里的所见所闻感到高兴。We came to listen, to learn, 我们来听、来看、来衡量对比、来判断我们投资所取得的效果。议员和官员们尤其对美国三大汽车公司开发的电动汽车以及混合动力型汽车感兴趣。我们看到的是这种新兴能源，看到的是长期没有看到的热情。克莱斯勒正在生产新型汽车。交通部长雷伊·拉胡德说，政府去年为挽救通用汽车和克莱斯勒公司投入了800亿美元，后来又投入了30亿美元，实施了旧车换现金的措施。现在看来，这些措施发挥了作用。拉胡德说，通用汽车去年接受了500亿美元的救援，最近已经向政府偿还了10亿美元的贷款，显示出复苏的迹象。交通部长拉胡德说，破产重组看来正在使美国老旧的汽车工业焕发出青春。And obviously the new leadership, 显然新的领导层确实在激励人们开发真正受人欢迎的汽车产品。通用汽车和克莱斯勒去年宣布进入破产保护程序，全国各地的汽车组装工厂和零部件供应商面临痛苦的重组过程，大量工作流失，汽车销售量锐减。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说，他计划明年重返底特律汽车博览会，见证美国汽车工业取得的成就。美国之音电视